给自己好不好？以及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参加体验组的朋友，就是我们正前方黄 T 恤的朋友，我们也给自己一点掌声。还有我们左边呢、爱跑组的朋友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相信呢，这个今天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好，有十公里就来了，十公里、五公里、三公里啊！刚刚阿鹏在强调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不舒服沿路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，好吗？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照顾好自己，然后请跑在我们的交通锥里面，我们规划好的路线哦。OK， 好。是的哦，在这边呢，再次的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，在出发之前哈、大家一定要看看脚上的晶片在不在、身上的号码牌在不在，做最后的确认哈、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分哦，都是采用这样子的电子计分的计时的方式来计算哦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呢，今年哦有增加一个，就是呢完赛回来的时候呢，会有这个完赛的奖牌哈、只要完成比赛，每一个朋友都可以获得哟哈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在你通过孔门的那一刻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帮你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并且除了有这个奖牌，我们还有这个完赛成绩的拍照区，也在呢面对舞台的这个左手边啊、等下大家都可以过去。然后一直在强调一点，其实呢，这次呢我们的荧光路跑一样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请所有的组别都在100分钟内完成我们的这个赛事，好吗？只要你出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在上面开始计时哦，有这个100分钟的限制哦，哈。对，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，在这边呢还特别提醒大家哈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除了跑以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抽奖，对不对哈？对，刚刚有摸彩券。对对对，这个每年呢，大家很期待的就是这个摸彩的活动哈。那今年呢，我们从你们跑回来之后哈，一路我们会先摸彩100个哦，然后再大奖才会再出来哈、所以今年增加很多的这个摸彩的奖项哈、所以大家呢，这个一定要务必的尽情的来参与。那这个出跑完之后呢，现场有很多是跟这个小朋友哈、还有妈妈、女朋友啦、老婆来参加啊，他们没有跑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哈、留在我们的现场啊，旁会跟你们玩游戏啊，玩游戏也送奖品呐、好不好？好棒哦！所以今天是宾主尽欢，大家都开心的一个场合，大家都有得玩，有没有哈？不过我想再次还是要谢谢我们这次所有的赞助单位哦，谢谢素耳机，谢谢白狼音视野，谢谢 Sneakers 舒跑，还有金球优乐乳十八，以及悦世 World Dream， 还有立顿，还有 Salomas， 以及海伦仙杜斯，以及我们的 Puma Tai， 还有 Muller， 谢谢。是的，我们每年的活动呢。